我们家本来就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去哪里有钱呢、啊？我说你留着那么多钱干嘛呢？啊，你这老不死的，要把钱带到天上去啊，又用不了。宝贝，找到钱没有？找到个屁呀、啊！那死老太婆留着那么多钱，就是不肯给我，也不知道她留着那么多钱干嘛。妈，赶紧给我小妹，必须今天给我弄到钱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到村口等你。妈，钱在哪里？把钱给我。儿子，你把这钱拿走了，我们家里还吃什么呀？吃，你整天就只知道吃。你把钱给我拿，我拿去赌了，要是赢了，你爱怎么吃随便你啊。儿子，真的不能啊。你把这些钱拿去都赌输光了，我不能给你这钱，你戒赌吧。来，把手镯给我。儿子，这是你奶奶给我的。我不管，给我。我不能给啊。你给不给？我不能给、啊。你给不给？我不能给、啊。你给的话，我杀了你啊！你干嘛？村长，闭嘴！让你妈说。陆姨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栗子整天就知道问我要钱，我都这么老了，活也干不动了，我去哪里找钱来给他？我不给他钱，他就掐我的手镯，掐我脖子，我没办法。你妈说的是真的吗？哦，你翅膀还硬了是吧？我没有动手，没有动手。刚刚我在那都看见了，你当我眼瞎？哎，我听说你最近迷上了赌博，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哪有赌博？没有，我都听别人说了，你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你再这样犯下去，我就叫别人抓人去吃牢饭了。村长，我不赌了，不赌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告诉其他人啊？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啊，我呀，你小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那时候村子里正好发生洪灾，你妈她一个人淌过河，冒着大雨送你到医院去的。没有他，就没有你的今天。要不然呢、啊？那时候那场大病，可能早就夺走你的生命了。你这辈子拿什么来还你妈？我呀，没有你的母亲，就没有你的今天了。你还有什么资格伸手向他要钱，拿去赌博呢？啊，你配吗？妈，以后我再也不赌了，我要出去挣钱，我去打工养你，啊。这就对了，罗呀，明天我安排你到村里的印刷厂去工作。你呀，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养活自己，不还你妈的债，别再赌博了。知道了，以后我再也不赌了。谢谢村长。谢谢村长。妈。